你会看到鱼底瑕疵的。现在我要把我这个墨鱼点缀在一起，鱼腥味好不好？不是，不知道啊。我可能不清楚这是什么。哎，我把它的那个墨鱼头也放上去，啊，这样你会看得更详细啊。再淋多一点墨鱼汁，怎么样？卖相不错吧？哎，给我一点意见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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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河粉，真是的。慢慢的再看你们怎么融合。好，再加虾也可以。来，加是下去做河水，把它隔起。哎，一白一黑，你看吗？它没有过界哦。哦，我用虾来打，你看吗？阿克，你不准备翻吗？阿克，这个翻翻翻，没有几个鱼。有点所谓的人黑呀、啊，高效的一个感觉啊，我知道了，已经成型了。